哎呀，老王，老米，停！嘴慢一点，报上。你太不够意思了，那两口子旅游还自己偷着走了，不通知我，就怕你跟着醉酒，我们两口子半夜偷着跑的。一贯的战术，防火防盗防老王。哎，范叔范婶，这环省玩了一大圈，什么感受？哎呀妈呀！ 那不出去是不知道啊！一出去是吓一跳啊！啊，那建设的也太好了，不是有那句话吗？上有天堂，下有沈阳吗？哎呦我天哪！不是，老米太太，你转一圈转晕了啊！人家那是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对，苏杭不就归沈阳管吗？ 苏家屯，北航吗？老伴儿啊，咱们是环省旅游，你那眼睛别老盯在家门口。笨笨经理，哎，这回我们两口子全省这么一走啊，太震撼了，那变化日新月异，是万象更新呐。为了祝福我们所有的辽宁人，我写了一副对联，上联是。 一帆抚顺，四季安山，千里锦州，万象复兴。好，下联，前程盘锦，好运大连，旭日丹东，喜气朝阳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老范，冲这个我给你加一个横批，说。 铁岭辽阳奔西营口，把京正对手葫芦岛。范叔，不光辽宁省变化大，你家变化也大。您不在家的这段时间呢，二姐夫把你家都给拆了。啊，不是，把你家重新装修了，而且你家还多了一口人呢。多一口人不怕，我这回回来带了不少那个昆山马瑞奶粉。不对呀，二米粒。 二餐才100天，这就又生了。就是谁呀？那个别人送过来的。不不不不，那个哎，您自己看就明白了。你回家看去。对对对对，都有人呢。不是，不是，我就给你送盘凉菜，你看你还回我一盘饺子，啥啥啥？这不都是邻居吗？礼尚往来呗。拿回去吃吧，拿回去吃吧。你说我这菜送的，你说是？这以后的话，我得常来送菜呀。随时欢迎啊，走了，行，拜拜。哎哎，行。 挺好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！哎，米粒，小米粒，妈妈回来了！回来了，回来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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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
这我家你不认识我，这什么玩意儿？你瞅啥？我瞅你咋的？哎呀，你跟谁俩呢？我俩这都太不礼貌了，别在客厅里玩了，搬走。你也别拉着，我看他能把我咋的。哎呀呀，你傻是不是？就咱有欠把这程序整乱了。大姑，啥人都赖我，啥人都赖我，我都不认识他。就这你弄的。爸，哎哎，哎呀，妞妞，妞妞，哎呀，妞妞，你好，爸，妈。好宝贝，哎呀，知道，哎呀，想死我了，妈呀，哎，我得给你们汇报一下，哎哎哎，你们是去旅游去了啊，可把我累坏了，嗯，你看看这个家装修的是焕然一新呐，对，爷爷，你看我二姑父把家整得多好，年年都有变化，咱家是一点变化都没有，我怎么变呢？你要能变，你变个孙子媳妇出来，有能力给我变个奶奶，哎，这孩子。哎，小刚子，你给我清醒点，你别忘了我拜托你的事儿啊！哎呀，我哎哎哎哎！
你喝多了吗？没喝，打去了。别打走，你回睡觉去吧。不行，还有任务没有完成。什么？哎，等会儿，刚子，什么任务啊？好好说啊。钱正峰让我说的，他出去喝酒了。他喝酒去了？嗯，他自己喝的。不对，钱世峰说了，他是替你喝酒去了。钱世峰的话你能相信啊？他骗媳妇的，连我的酒都是他给的啊。那他是不是经常骗他媳妇啊？错，他是天天骗。怎么的？是不是要吐啊？酒太贵，不舍得吐。你行了，别不舍得吐出来就舒服了。赶紧，赵刚子，你把我事儿全都毁了，你，你给我祸吧你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我错了。嘘，孩子，别听他在那儿白话啊。你以后要是个女孩的话呀，你可不能像你妈一样啊！以后找对象，眼睛一定得瞪大了啊！别找一个这样的，整天撒谎，然后还给我喝酒的大酒包，听见没？乖啊！媳妇儿，我错了。你行了，钱顺芳，我不让你喝酒，我是坑你呢，我是害你呢，是吧？啊，咱俩要这孩子多不容易，你自己知不知道啊？啊！我现在怀孕了，你不好好搁家陪我，你天天出去喝酒去，啊！你说以后你要把身体喝坏了，我跟孩子怎么办？媳妇儿，我今天喝酒真的有原因。你看咱们公司跟人家公司谈那笔买卖已经半年多了，今天人家把字儿给签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看我今天喝酒是有成果的，我得，你看这。支票都拿回来了，我是不是得谢谢人家呀？那你以后能不能不跟我撒谎啊？你一天不骗我，你是不是心里特别不得劲儿啊？媳妇儿啊，我这不都是善意的谎言吗？你行了，钱顺风，你别老给我整什么善意的谎言，咱俩是两口子，能不能有话就跟我实话实说呀？这怎么能有王美丽的事呢？这跟王美丽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哎呦我的妈，这扯哪儿？这扯王美丽身上，这是。哎，哎呦，我仿佛听到了一声熟悉的声音。哎，淑芳，你这一声，哎，你是不是有办法破解这个难题？大姐夫啊，看来大姐今天是过不去了啊。一年365天都是你替我扛，对，我这回当着街坊邻居的面，我替你扛一回。我的妈呀，顺风啊，你让我刮目相立眼看啊，顺风，你说怎么你就这么说啊？你说这首诗是我写的，我写给二米粒的不就完了吗？对呀，你不是，对，这好啊，这不是经常我替你解决那套路吗？对呀，就这么办。这么好的主意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你，我刚才就跟你说的，我说这首诗是我写的，你不愿意、啊、你刚才说的时候不是不合理吗？现在呢？现在非常合理。就这么定了。顺风太聪明了。街坊邻居们，不是我聪明啊，是我大姐夫太笨。媳妇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别哭别哭，我跟你说，这诗不是我写的，顺风写的，我是剽窃了顺风的作品。顺风，哎，我写的，我写给二米粒的。还没走呢？还没走呢？哎呀，我上哪儿走啊？媳妇儿啊，我对你的爱啊，如滔滔江水啊，少，哎呀，无法表达。我给你写了首诗。来，我写了。给您写首诗。哎，看完了你准不生气了。来，大声朗诵出来。我的女王真美丽。日日夜夜思念你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你爱咋地就咋地。赵刚，钱世芳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哎，出去！哎，赵刚子，漏了。
媳妇是来骗我呀？这么快就漏了啊？这是后边。阿炳，你别管。阿炳，阿炳，二米，阿米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二米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我给你解释一下啊，这诗呢，这诗确实是你大姐夫写的。你？我写的。你还会写诗？你看你怎么还不相信你大姐夫呢？来，媳妇给证明一下，是不是我写的？这是你大姐夫写给王美丽的。什么有王美丽什么事？怎么老跟王美丽干上了呢？你这没王美丽什么事儿啊？这阿明啊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这首诗是你大姐夫写的，跟顺风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对对对啊，我告诉你啊，阿明啊，我想跟你说两句话。来，小顺风，你过来。哎，我来，讲讲。其实这个男人呐、啊，表达自己对家庭、对妻子的爱有很多种。就是嘛，你比如顺风天天在外边忙，对吧？没日没夜的，完了回来以后把钱唰就交给你了，说明啥？说明他信任你，说明他想让这个家好，想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哎呀，大姐夫啊，你说的这些话我懂。其实今天我跟他闹吧，就是想告诉他，这钱啊，在我二米粒心里不是最重要的。是。那你说一个家庭是不是？我给你晾啊。对。哎，这样晾不好干。哎，你看这样多好干。哎。哎。哎呀，这样好。不是，你看这样。哎，干什么呀，前面吗？这就好干了。哎、不是，你车上那么多土，你给我衣服弄脏了。你还知道脏啊？啊，我这车不也脏了吗？哎，这样，哎，好嘞。车是吧？谁不会呀、啊，前面。他说，哎，哎，不是，小黄，小黄，不是，这点水不够，哎、不，你打水去。这哎，这要是给我洗洗车，那我可太高兴了。打水去，钱春风，对不起了，我这个水里边有洗衣液，待会儿太阳一晒，白花花的。哎呦，这车老花了。好，你给我玩绝的，是不是？ 那你给我钱，我洗车去。你给我钱，我洗衣服去。你给不给钱？给，你给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就是在吵架。没有。谁干？没有，宝贝儿，没有。没吵架，说话声怎么这么大？你谁跟你说话那么大呢？耳朵不好。对，说小了。我觉得你们就是在吵架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听叔叔的话，你到别处啊再去拍去啊。我们还没排练好呢，排练好了你再拍，好不好啊？对呀，完成作业嘛。哎，快去吧。乖啊，好吧。你看看这孩子乖的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丢脸不丢脸？你不丢脸？让人家孩子拍下来，交到学校播出，你可就出了大名了。你我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出名，你不出名吗？行啊，你今天非这样是不是？啊。你干什么？我擦车。你我干什么？我擦车。我的衣服可贵了。可贵？我这车还贵呢。你干什么？行，钱顺风，你干什么？你不是喜欢你的车吗？ 你干什么、啊？我外面给你洗完了，我给你洗里面。哎，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哎，小黄，你们俩这朱丽叶、罗密欧之后，这是哪出啊？哎，泼水节啊？泼水节？对。啊。远方的客人，请你留下来，请你留下来。嘿，啊，真多呀！哎，我太佩服你们了，你们这彩排都动真格的。要说你俩这关系，真是融洽。抓紧时间先去给人家他爸爸赔礼道歉去。我不去，赵刚子，哎，刚子为了孩子，我告诉你。对，为了妞妞，听话，快看，快去，快去，快点儿的吧你。行，不听话，为了妞，我没错，我给他成全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给你道歉。等会儿，大姐夫，干啥？你到人家家里，你怎么说呀？我过去我就说呗。你说我听听。我说大爷，对不起 啊，我把你写在黑名单上了，你不能赖我，对吧？我提醒你五六次了。这样吧，你好好表现，你表现好了以后，回头我把你的名字从黑名单上撕下来，就这样吧。你站住！你这是去道歉呢？你熊人家去了吗？这不是？那你说怎么的？你这么的吧，我现在老师他爸爸啊，我就是老师他爸爸啊。你进来了，你来来，你先试验试验，你给我道个歉，我看看行不行。你为了孩子，我告诉你，赵刚子。对对对，为妞妞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。啊，进门了，好好的。你俩要告别呀，给我呀，你俩要把我送走啊，你俩呀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那你说怎么的？你别皱着个眉头行不行？眉头舒展。这就好多了嘛！哎，来来来，来说话吧。说啥呀？教点什么呀？大爷，哎，他占我便宜。哎呀，谁占你便宜了？那你说怎么的？下面我说啥呀？你坐这儿吧，来。
坐这儿。你是老师他爸爸，我教教你，我是你，看我怎么给你道歉。你也过来，看我的啊。哎哎，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把你写在小黑板上，我心如刀绞啊！我今天来就是想上挂历。哎嘿，这是一本限量版的挂历，我希望大爷你挂在你们家的墙上，就仿佛挂着我们两口子，我们两口子日夜陪伴着你，直到最后一页。谢谢。哎，刚子呀，啊，其实这个事儿不赖你，错的是大爷，因为你反复跟大爷提醒了五六次，大爷都没有听啊。所以大爷要感谢你，你把大爷写在黑板上是写的对的。你是咱们小区的骄傲啊，小区缺少不了你啊，赵刚子，刚子，你是个人才。去你个鸡爪子的吧！我在这儿教你呢，你在这儿自我表扬上了你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拿着拿着拿着，再来一遍啊！为了孩子，我告诉你，再来一遍。来，准备，开始。哎，哎，好多了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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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挺好，好。大爷，我是不是有病？我是不是有病？我是不是有病？刚子，为了妞妞，你这为了妞妞。帅顺风，来来来，你跟人家一个新来的保安，给人家着什么急呀？看着他就不顺眼。来来来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们坐坐坐坐坐坐着。顺风，你这找我来有事啊？是，你渴不？啊？你抽烟吗？我不抽烟，我不会抽。那你抽吗？我也不会抽烟。抽什么烟？你冷吗？好点吧？是不是？咋的了？我怎么感觉拔凉拔凉的呢？没有啊，我这衣服是这，它也不是冰柜的，怎么着呀？我这顺风啊，哎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可从来没这样对过我。你是不是有事求我呀？又是，我找你办的事已经办完了啊啊！啥事儿 啊？谢谢啊，来吧，兄弟，祝贺你。哎呀，谢谢，祝贺你被解雇了。哎，怎么我就被解雇了？不是不是，不是哎，怎么回事？兄弟，什么？你怎么给人家解雇了？这是我们经过挑选选拔的，就你凭啥给人家解雇了呀？是啊，我觉得他不合适啊。你凭啥觉得他不合适？我是业主啊。哎，怎么的？那我问你，他哪儿不合适？他哪儿不合适啊？哪儿不合？长得就不合适。人家长得怎么不合适？谁长得不合适啊？你脸怎么长得这么长呢？是不是他赶紧个高了？哎，你以为你这是优点吗？我骄傲。你这是巨大的缺点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就巨大缺点了？作为一个保安，你是维持安全的，万一碰上个小偷，其他的保安全隐蔽起来了，啊，你还露着半张脸，你多容易暴露目标啊！这也算缺点呢？还有啥呀？瞧你这瘦的跟个杆似的，啊，三级以上的风都能把你吹跑喽。还有，这小偷要是躲在洞里边啊，你能咕噜进去吗？咋的？你能咕噜进去啊？哎，我就能咕噜进去。不是赵经理，他真会咕噜啊？他会，他外号小土豆。你就咕噜不进去，你一咕噜咕半截，你卡住了。这啥意思？赵经理，这跟他有关系吗？我病了，你还叫哥？叫大姐？啥呀你呢？还叫大哥？你说咱俩就是贴小广告的。你说你至于装成这样吗？哎呀妈！我说兄弟啊，啊，那你可不知道啊。你知道有很多我们同行都壮烈了，就咱俩没牺牲啊。为啥没牺牲？为啥呀？就因为俺俩会装嘛。啊？你说你要把事业做大做强，你不得装啊？
我是有目标的，我今年要完成一个亿。哥，挣一个亿呀、啊？贴一亿小广告。你那啥呀？这也算目标啊？实现不了。咋实现不了？胶不行。你看人家胶啊，往上一贴，啪，一年都不带下来的。你看咱们的胶，往上一贴，啪，哒哒哒哒哒，不到20秒就下来了，比那面膜子都快。再一个，他这小区物业太厉害了，哥，咱别贴了，换个地方。兄弟啊，你说就你这智商，你能想到的事儿，大哥能想不到吗？啊，他物业不喜欢卡着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就让他卡着不下来。怎么卡着？你以为大哥真是肚子大了？那是啥呀？这全是胶啊！妈呀！哎呦天啊，硅胶啊！你骂谁硅呢？那你不硅是啥？是胶。你看。胶啊！我还以为你是硅呢。啥硅硅硅的？大力胶，大力大力大力出奇迹，天漏补天，地漏补地，谁要能卡出掉，那纯属奇迹。那我这就算了，我给你打分。哎，你给我看着点啊！哎妈呀！哎呀，哥，咋的了？这手感太好了，哎呀，太黏了，这也。你小心点啊，你别把那个手给粘上了。说啥呢？我傻呀，能把手粘上啊？有病吧？哎哎，哥，咋的了？刷子粘上了。我说你。我说你是不是傻呀？咋的了？啊？你咋把刷子给粘上了呢？我不想试你那胶黏不黏吗？你麻利的，你把那刷子给我薅下来。你玩呢？啊？你使劲儿啊！我薅不下来，你搭把手。看去嘛！说你那干啥事？快点！来，哎，一大力出奇大。哥，刷子下来了，胶没了。妈呀！你说你能弄哪都是啊？你看你这胶弄哪哪都是。不是哥，咱走吧。我这怎么够这桶啊？我这，你看下榻呢还咋的？哎，不是哎。不行，咱走吧，正好是没人呢。哎呦，啊啊啊啊啊！哎哎，干啥呢？去！那你干啥呢？这还有点胶，你去贴上吧。行。你撒手啊？你拿走。你不撒手我咋拿走啊？你不拿走我咋撒手？行，我拿走。哎呀，粘上了。那咋整？咋整？哎，这样哥，咱把桶放地上，脚踩桶上往上薅，怎么样？好主意呀，兄弟。哎，大力出奇迹！哎哎哎啊！成功，走。哥，我明白了，这俩人是杠上了。今天大美让我抬这冰箱，就是为了让我发现这个问题，我来解决。大美，你出来一下行不？黄小华，咱出来解决一下行不？看我怎么收拾他！我还不信我收拾不了他了，我收拾不了他，我就白当有妇之夫了。不是，我就白当金蝉子了。喂，老刘嘛，就是咱们社区啊，选这个最美女青年的事儿啊，现在我已经在他们家门口了。两位女青年啊都不出来，你看怎么整啊？哦，就换人是吧？好的。杆子哥，杆子。
行了，不用换了，两位女青年都出来了。呀，你奶那个，呀，大梅姐，哎，小花你在家吗？哎，你是不是又瘦了？你看你这腿是不是又长长了，都长到嗓子眼儿了？哎呀妈，你这裙子真好看，你这在哪儿买的？你真会买衣服，我嫌你可白了，惨白惨白的。那个是这样啊，二位，这回咱们社区呀、评选最美女青年、你们觉得谁最美？那还用说吗？那还用说吗？那小黄呗。怎么可能？大美姐多有气质啊！你拉倒吧，我多磕碜呢。哎，你哪有我磕碜？不是我磕碜，哎，你磕碜不过我，我还是我磕碜。现在谁磕碜谁先说话。